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早安，全部早安。今天我们又在一起举行这个圣道礼啊，圣道礼今天是常年级31主日星期三。我们求天主圣神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去聆听，去默想天主所教导我们的圣言。现在请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祭。上主，求你垂怜我们，因为我们得罪了你。上主，求你大发慈悲，赐给我们救恩。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全能仁慈的天主，由于你的恩宠助佑，你的信徒们才能相声地赞美你，合一地侍奉你。求你使我们顺利寻获你的恩许。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以及圣神永生永望。阿们。恭读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弟兄们，除了彼此相爱的债以外，不要欠人的债。那爱别人的，就是遵守了法律。其实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等等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爱从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是法律的实践。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乐善好施的人必然幸福。乐善好施的人必然幸福。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酷爱他诫命的人真有福气，他的子孙在世必会强盛，义人的后裔必蒙祝福。乐善好施的人必然幸福。黑暗中必有光明向义人照耀，因为他赋予仁爱、慈悲和公道。乐善好施的人必然幸福，他公正无私处理事务。乐善好施的人必然幸福。他施舍钱财，扶弱济贫，他的人风万事流芳，他将头角峥嵘，受人敬仰。乐善好施的人必然幸福。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们如果为了基督的名受辱骂，你们才是有福的，因为天主的圣神安息在你们身上。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主愿
光荣归于你。那时候有许多人与耶稣同行，他转身对他们说，如果谁要跟随我，他应该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要不然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凡是不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你们中间如果有人愿意建筑楼房，哪有不事先坐下来计算费用，看是否有足够的财力完成呢？免得奠基以后而不能完工，所有看见的人都讥笑他说，这个人开了工而不能完工。或者一个国王要去和别的国王交战，哪有不先坐下来想一想，能否用10,000人去抵抗对方的20,000人呢？如果不能趁那国王离得远还远的时候，就派使者去谈判和平的条件。同样，你们中间不论是谁，如果不舍弃他拥有的一切，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基督昨天跟前天我们默想的，他就邀请我们跟随他，活出他的爱的精神，关怀的精神。今天他又邀请我们进一步的就是跟随他的人，他讲的任何人要跟随他的人就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其实耶稣他先做他这个好榜样，他背着他的十字架不止背十字架，还有牺牲死在十字架上。他先做好榜样。所以他先活出这个我愿意这个精神，因为天主父邀请他这样的牺牲。为了证明天主是爱我们人类的天主，所以耶稣这样的愿意，然后他死在十字架。然后他要求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愿意跟随耶稣然后分享他这个天主的子女，当然我们也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耶稣。我们的天主邀请我们说，我愿意。那我们的十字架，你觉得到底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呢？各位你们想想，你认为说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每一天的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你我的十字架是什么？好，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经验，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十字架的经验。不过在这个背我们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想到耶稣他背的这个十字架比我们重大多了。有的时候我们会站在我们的十字架的，站在我们的经验，认为说我们的十字架很重，要把它放下来，不要继续背这个十字架。但是呢，我们第一个要想到耶稣他的十字架，他背的，他被鞭打，他被钉在十字架，这个苦是比我们多得多。
然后还有一个哈、第二个默想的说，耶稣他不让我们一个人背，我们在背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受到这个痛苦的时候，耶稣同时也在陪伴我们，他陪伴我们啊，经过很多的好友，经过很多的朋友，经过我们的家人啊，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支持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或者说完成背起我们这个十字架啊。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很重要的啊，耶稣他派遣圣神来到我们生命里面，圣神给我们勇气，圣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背得起这个我们的十字架啊。所以我们求天主继续鼓励我们，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灵，让我们也知道说天主他的十字架比我们重的很多啊，然后他同时也在帮助我们背起我们每天的十字架。我们也求天主圣神继续帮助我们，我们也求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所有的好的东西，他的生命，他的好的道理，他的好的精神都给我们了哈。今天我们也感谢他，因为他所有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门徒，希望我们走向这个背起我们每天这个十字架的经验，有耶稣同在，有圣神的帮助，愿天主降福我们，阿们。请大家一起来奉上我们的祈祷。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帮助福音的传播。主，愿你的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神。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为光荣你的圣名，并为拯救世人。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终身侍奉你。主，请你的圣爱沐浴我们的身心，也求你宣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宣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求你把分支西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阿们。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阿们。求赐我们超见其明达之神，阿们。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请大家祈祷。主，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劝去成见少数障碍，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我们把一切善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我们的天父，愿您的名受显扬，愿您的国来临，愿您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圣道礼仪礼成，你们去传报福音吧。感谢天主。跟随我，跟随我。